日食实施方案，会议深圳市政大的土地审批的那个副主席，目的还是要深化实施制度改革，解决这样的项目落地难、落地慢这样一些实际效率问题，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。这是放权了，实际上是放的是改革的权，不是放扩张的权。它是为整体改革提供更大的改革空间，而不是城市建设的规模。